喂，唔好笑，唔好笑，系怪戴口罩啊先。唉，你都冇口罩，我屋企最近都冇晒口罩啦。不过唔紧要，我知道依家 Workshop 咧系可以自己整个口罩嘅，加咗 filter 咧就可以升级做专业嘅口罩，你要试下啦，快啲啦！店主莎莉妈妈咧，承蒙奶奶多年嘅教导，教班经验咧接近10年，工作坊咧亦都开业咗5年，一直有唔少捧场客过嚟亲手制作布艺品。工作坊设有入门班、进阶班同埋深造班，提供缝纫机同埋所需嘅配件用具。另外更加设有自选班，参加者咧可以事先要求想缝制嘅作品款式。参加 workshop 嘅朋友咧，仲可以自己拣中意嘅布款，嚟睇有日系风啦、卡通啦、正式，点算啊？拣唔到啊，款款都好靓啊！做呢個布口罩啦，最需要就係要紙樣先。咁我哋有棉布啦，有鋁布啦，有 filter， 跟住呢個咧就係鐵線同埋橡筋。準備好曬啲材料咧，就要車嘢啦。車過嘢未？未啊，第一次就驚啊！唔使驚，好簡單，真係一定得。好啦，嚟啦，冇問題。喂，遠啊遠啊！好似拍你咁耐咧，從來都未見過你咁安靜講嘢。我都覺得，喂，唔好嘈，好緊張啊！呢個活動咧，好好玩啊，真係完全係令人安靜嘅咯。唔好再影我住落去整啊！製作布口罩咧，對我呢個手殘新手嚟講咧，都唔算太複雜，只係一開始學習用衣車嘅時候咧，比較嘥時間，之後咧就要慢慢上手。加上莎莉媽媽咧會從旁指導，冇有怕。由於我真係扯得太樣衰啦，嗰個位咧係連橡筋都攝唔入，所以莎莉媽媽幫我重新扎過，我要再重新扯過。唔緊要，繼續努力。等我試戴下自己親手整嘅口罩先。咁咧，呢個橡筋就可以較鬆緊嘅。咁你較完之後咧，就整啱翻自己嘅面型啦。口罩 workshop 咧，仲可以製作另外兩款嘅布口罩，好開心啊！終於整好咗個口罩啦，但系咧，我好想咧要一個口罩套啊，但系整完呢個口罩已經用咗我所有精力啦，即系啱啱可以整俾我啊？可以，耶、！口罩暫存小袋咧，比起製作口罩簡單，參加者咧可以自選款式，新手都整到啊！專業嘅莎莉媽媽咧，當然兩三下功夫就搞掂啦。除了口罩和口罩暂存小袋之外，莎莉妈妈还有制作防疫帽，要做防疫小先锋没难度啊。